别搞事，别搞事。队友不能死吧？他一刀得28点，我操，还挺痛的。补的挺烦的。感觉艾里好像对线不如彗星，感觉打永恩还是彗星好一点。我想了一下，还是不行。前期不能离他太近了。对，还是得彗星打他会好一点。还能躲的。可惜，还是下的出来慢了一点。嗯，我知道大树在的，大树的头还行。坏了，有狗，一个助攻还行，我得炫耀过去。感觉打永恩还是得彗星啊，他不像剑姬那么好打。我感觉好打稍微一点的可以带那个艾黎，艾黎还是给稍微好打的英雄出会好一点。如果你不好打的话，就不要出艾黎。他人呢？对，不能上去 A 他。其实我感觉你要是带彗星打得过，其实后面也没那么多事。嗯，打永恩还是不能出艾里。对，太难摸到永恩，主要是你摸他很危险。而且我觉得打永恩最好是 CD 鞋加那个叫什么来着？都是 CD 鞋。嗯，我想一下，算了，还是不出 CD 鞋，没必要。有超人，那不用出 CD 鞋。这些永恩都是一个路子，开大直接耗血，发现没？都一样。接掉습니다。
巧阴险的阴。那还是得彗星会好一点。还是得彗星，伤害不够，他触发频率太低了。没事，观众的，因为是观众想看，不是我想玩，所以观众想看，不是我想玩，就导致的我玩的不好，这观众的问题大一点。这里黑色军的，这里黑色军的，这 double kill， 他在草里感觉，我上面放两个 Q 都要被杀了。没办法的，主要是被抓出闪了，他攻速死了，他什么时候回去买的装备？哦，他没交 T， 嗯，谢谢二三送的半卡。这人傻呀。这瞎子有点不太行，说句实话，那波蹲大树就看出来，他其实出来我们两个可以杀大树的，但他没有出来，因为大树是没闪的。这也不能说被单杀吧，毕竟帮过，就像是你不能说我单杀呼吸一样，因为队友来帮过，所以之后的单杀就不算单杀了。那不纯粹，不纯粹，兄弟。저기학살중입니다。학살중입니다。下路不坦浪。왕이아니다신도아니다개보단자。저저무치。这怎么顶得住呀？完全打不过呀！这东西太无脑了，开个影子就追着你 A。是的，瞎子可能是不会的打野，有可能，看能不能翻呢？我的 Q 比较短，
对，艾里打不了，对，艾里打不了永恒。我发现艾里要打那种强对线的英雄有用，好打的你就用那个，啊，好打你就用艾里打，不好打你用那个彗星去打。艾里不能打这种打不过的英雄。永恒这英雄主要太爆炸了，他的技能几乎没 CD。很难打的，而且还是韩服的英雄，那不是国服那种。国服那种他无脑的只会跟你干，他打不过他就会上头想要杀你。韩服就不太一样，韩服这种我操玩得很猥琐，还会等打野。这里开大锤他就会跑，挺烦的其实。阿古尼当했습니다。德拉文的两剑呢？上单就这么尴尬。내심장에들이워진암흑은그어떤그림자보다도어둡다这两边上单打上打死，应该可以翻试一试。艾里教教主打了500多，艾里要打到后面才厉害。开一个一就半血，没办法打。好果断的，我操！帅，单杀！不让我打出去。이육체가살아있는한저들을처벌할것이다我感觉可以翻盘，但是要打到很后面。哦！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哈！
帅，这不就翻了吗？对不对？塔都不看直接给你，他们一般不怎么分那个上单的那个防塔经济。这几个人死大妈了，我操！我来，关键先生来了。翻人翻兄弟的麻烦，关键先生的 TP 怎么说？关键先生 ，Mr. 关键啊，叫我 Mr. 关键。哎，踢都踢了，这对吧？这来都来了。都不吃点了、啊、给口汤喝呀，我有用的好吧。你看光我玩艾黎队友敢来帮我，就这一点来而言是吧，哎，这队友肯定不会在乎那么多的，主要看你是不是真在搞懂吧，你没在搞，主播的思维太超前很正常，理解不了没办法，这属于是思维太超前没办法。我操！给老子翻！无理跑，被没火。永恩干嘛犯病的？这时候就要比谁先不着急了。这游戏还真是比谁先不着急，谁急谁就输。懂吧，谁喜欢打架谁就输，还真翻了。哎呦，快跑快跑，哎呦，我队友来了 ，my team， 哎呦，你怎么跑啊，能跑不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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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别走呀，哎呀可以打的，哎呦我的 team 不相信我，我闪现好像一秒钟没好，他妈的怎么跑了，这瞎子能打的呀，哎呦我的 team 不相信我，这他妈是派克死大妈的好日子，好日子妈死大妈的他妈勾了我一下，我操，哎这派克真好日子，死大妈了，他勾了我一下，我操！派克死妈了，派克，我操！我要是大灭续起来不得了，真的叫，哎呦，打架带，等一下要等我啊，我是队伍的核心。哎呀，别送别送，哎呦，好杀！别等我来，哎呦，好开！派克去了，
我赢他太多了，他才四个助攻，164，我是247，我赢他太多了。我操！你干什么啊？来个杀一个！啊！怎么到处都是人呐、啊？哎呦，快跑，泰坦！哎呦，都是我的错，买背，sorry。看看瞎子的操作，一个 Q， 哎，空了，他妈真臭啊！我操，人这么臭的，是吧？我说的瞎子玩的有问题，他就是有玩的有问题。他就算杀十一个也得不到我的认可。他主要的空太致命了，这 Q 空了呀，太致命了，兄弟们。没事。拉扯！你给我起飞！哎呦，怎么说？我现在问你怎么说，能不能上王者？怎么说？那我现在问你怎么说，能不能上王者？我们现在打的是上韩服钻一。那我现在问你怎么说？我现在问你怎么说，能不能上王者？怎么说？我现在问你怎么说？你还真别说，这游戏有来有回的，打的哥们都有点不习惯了。怎么没人点投降啊？我操！没有人发乱发信号乱打架呀？真给哥们整的有点不太习惯。我的问题，哎，不该嬉皮笑脸的，买背。不过他们两个大招还好，我操，你们不怕的吗？还行，这波一换一不亏啊，兄弟们，这波一换一啊，这波团战一换一，哎呀，这波团战二换二，哎呀，二换三，哎呀，二换四。这波团谁开的？结束。结束。已经赢了，快点基地爆炸吧，我等不了了，快点基地，快点爆炸呀，怎么不爆炸呀？哎呦，这对面怎么基地还不爆炸呀，我等不了这几分钟了，他妈的能不能投降啊，快点，你们翻不了了，剑魔神怎么翻呢、啊、哎呦，剑魔神啊，有揣哪剑魔你怎么翻呢、啊，有 China 是有 CN 建模拿什么翻呢、啊？啊，你怎么翻呢、啊、？KR 能翻 CN？ 哎呀，你干什么啊？护盾小子，想逃？哎呀，这我趴下，我操，就这不回头看的，有那么帅的，我操！这是我只是比，炸了我一下，
我操，这不回头看的呀，这么帅呀！哎呦，星虫救我，兄弟们，星虫救我！哎呦，想逃？哎呦，根基是吧？哎，根基粉，让你不支持微博啊？哎呦，哎呦，瞎子，哎呦，赶紧进！哇操，这塞拉斯这伤害死大妈了，我操，还好在我这边，我在对面怎么办呢？我操，哎呀，点波关注呗，不多说了，好吧，点波关注，办卡，办不办看你自己。